Z 天生一对被偷摸，下半身交流回敬小小兵。由朱延平执导，斥资2亿的电影《天生一对》近来在垦丁试拍，主要演员仔仔、Ella、小小兵与失控妹莎莎昨天以片中造型正式亮相。剧情仔仔和小小兵饰演父子， Ella 与莎莎饰演姐妹，但两位童星戏外似乎不合哦。很喜欢 Ella 对不对？对对。那喜欢你是叫 Ella。 今天我爸的时候会来，就差点。所以你们两个会聊天吗？平常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。那聊天会吵架吗？我不知道你别吵嘴。还是 Ella 姐姐厉害，收服两位童星。就是看你怎么爱上，还是也做好就是结婚生小孩准备了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跟小孩子是个缘分嘛，然后那个小孩子就是很喜欢你啊什么，然后他们也很乖很可爱。你会期待吗？你该讲什么？我觉得你在设陷阱。仔仔则是爆料小小兵喜欢乱摸他，他喜欢碰那种不该碰的地方，我就说这个地方不是男生可以碰的地方。不是男生可以碰的地方，到底是指哪个部位啊？屁股我们常拍啊，就除了拍屁股，就下半身几乎都嗯。你这样是说你们下半身交流？就因为上半身男生已经没什么好摸了。哦，男生对男生有时候你知道？好嗨，就是我没想到你尺度那么开哎。懂新闻。仔仔垦丁大解放报道。